OK， 各位，今天来到一个苗栗的露营区，叫和生露营。那现在这个 view 真的是超级漂亮，后面都是山啊，超级美。那今天就是来跟我朋友一起露营一下，我们已经好久没见面了，真的是疫情之后终于解封之后才有机会可以跟他们一起出来玩。这里真的是超美。玉焕，你感想现在如何？睡觉都没有办法。我不会搭帐篷，不好意思。我的感想。你的感想是什么？所以你说什么啦？时间都没干嘛。看的，好久不见了，俊伟哥。今天会下雨啊。俊伟哥，你要不要来帮忙啊？俊伟哥。啊？你干嘛？俊伟，好功夫，好功夫啊，俊伟。等一下，放假。掉啊，你不够大。来吧，我帮你修吧。真的吗？这么好啊？好我修。下山也可以玩水啊！你那么疯，你家被我丢下去吗？我等一下没有你下。什么叫没有？真的没有。卡尔爷爷又老了，看大家看他像不像卡尔爷爷？天外奇迹。好吧，开始。可以吗？这是你们第一次这样子，走位，肚子好大哦！哎呦，三、二、一，哇！觉得我要钓鱼跃龙门还是别的？随便你。哪一个？鱼跃龙门，鱼跃。靠！不要你还问我。太丑了，不行，太丑了，重新，你还想要这样，还要这样，哦，像女王一样，好烂，你好烂的，快点，对，你要跳远一点哦，然后脚要立直，没有，我真的要跳了，我真的要跳了 ，Day two, day three, day four， 好来 ，One, two， 真的要跳了，三。因为原本是有太阳的，然后现在来有太阳就会比较，不然现在有点太冷，体感温度大概10度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今天的跳水游戏就到这边啦，尝试了5、6次。等一下，我会换个衣服回去啦。好啦，我们已经玩完水回来了，现在这里真的是超漂亮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舒服了。对，秋秋，好了。来来来，好。这个牛肉看起来很赞哦。灯光够吗？可以吗？很 juicy 哦。先喝可乐。夹子上都是你的口水，干！同学都变成你的奴隶了啊、哦！你还是……好了，台湾啤酒，干一杯就可以走了。开我们。
在疫情之后能够出来露营很爽，你不觉得吗？说实在，而且重点是昨天本来气象预报说下雨。这是我们今晚要睡的地方，超级赞！真的超久没有好好享受这种这么悠闲的时光，解放一下压力。天哪！跟镜头说拜拜啦，这个要没电啦，晚安啦，我们等一下洗睡，洗完澡啦。今天真的是超级爽啊，就准备要迎接明天的早晨，赶快睡觉了，在这边取取暖，然后酝酿睡意。哦，洗完澡真的很舒服，这营区真的超级棒，有热水洗，有厕所，然后有这么完美的气氛。你们起来那么早，已经在吃早餐了。约翰，昨天睡得怎么样？天堂一句，我接纳了大地。我们连铲子都没有。是什么意思？看一下。嗯，现在刚好四个蛋。OK 吧，大导演。最后一个变煎蛋。晚上太冷。约翰还行吗？赞。烟了，我他妈根本不敢吃。哎呦，超会大逼嘞！哎，起价嘞！我们刚就是开到一半啊，上山的路段就发现停下来之后，这个车子在冒烟了。现在目前检查一下，可能是水箱或是机油的问题，或者是这台车本来就开了二十年了。希望等一下开下去没事啊。出事我要第一个跳车。好嘞，各位，经过一番折磨，我们避开了危机，到了南庄老街。刚刚已经看一下，要去吃老金龙啊。之前看木曜四超玩他们吃的那个感觉就蛮赞。三只都原味哈、哦。对，三只原味。好，不要再吃是吗？谢谢哈、哦。嗯，我刚吃，我饿了。我们随便挑了一间桂花酿，来尝尝看。甜甜的，清淡的。OK， 各位，现在终于回到台北了。那这次的露营旅程就是在这边准备结束了。那我最后想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如果你们也想要去和生露营区露营的话，可以在这支影片下面留言。那我会做一个抽奖的活动，可以让你们免费的去露营。详细的资讯我会放在影片资讯栏下方。那真的很感谢我朋友们这次陪我一起去好好的chill一下，放松一下。解开我这几周的压力，昨天晚上真的是印象深刻，最深刻的就是坐在那边什么事都不用想，然后好好的一起围炉，吹着暖暖的火。对啊，之后大家如果想要去玩的话，非常大家推荐可以去苗栗这个地方，叫和生露营。OK， 那如果你们想要抽奖的话，就赶快去留言。OK， 好啦，那我要赶快上去休息了，终于啊。